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orth， 今天又和大家分享打王的攻略了。今天我们要打的就是这一条瓜了，冒牌丽花。其实打他的攻略是非常的简单的，就是引诱他的攻击，等他把精力耗用至红色之后，就上去补他一刀。那就是说，等他出现气喘的状态，就上去按三角形，这样子就可以搞定他啦。丽花会使出圆形架势的武技，此时攻击他的话会遭到反击，你只是需要站在柱子的后面等待他出招之后再做反击就可以了。全程只需要站在柱子后面等他出完招再进行反击，就是这样简单把他搞定了。当他差不多没血的时候，就出大招99武器去搞定他了。好了，今天分享打王的攻略又到此为止啦。喜欢我这个影片就请给个 like 我，还有帮我分享出去啦。想知道我更多关于人王的攻略还有 tips 的话，就请订阅我啦。这样子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